세상에 멍설이 그 부정하게 커버린 돌직거리여 사이런 걸음걸이 옷차림 이어폰 넘어 플레이리스트 음악까지 다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让我们有请爱丽中国区总经理 Clifford Wong 黄俊毅先生，著名导演、光斑先生，实力影视男演员袁弘先生，爱丽品牌大使陆涵先生上台，让我们欢迎四位绅士来国标 ，Our gentlemen。 真的非常，哎呀，我真的太羡慕了，哇哦！那作为我们艾比的品牌大使，和漫威的铁粉，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感受？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首先心是很激动，因为本来我也很喜欢漫威，完了艾比也是我最爱的品牌，就是这一次能够见证漫威还有艾比的合作，非常激动，而且也很开心能够和大家一起看到这款黑豹腕表的发布。 而且当看到这款腕表里面的黑豹的人物形象，做的特别特别精。来，摄影老师，辛苦来我们记录下这难忘的科幻之夜。好了，最后三秒，3、2、1，好，谢谢，掌声送给四位绅士。好，好。